先把这个胶再抽出来。 就把这个胶这里打上。 好，是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先放着。这个我这样拼，先慢点。那这边，因为这里是打有指甲胶的这个地方，知道吗？要一定要用这个卡片给它戳开，不戳开的话，就容易出现断线啊，显示出问题。这里戳开就行。 这里面是那个不是热熔胶，是指甲胶。这里的有吗？您的有？嗯，我说江三，你看七十，拆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指甲胶太硬了，主要还是上面应该拆得多好拆。嗯，还有一些特别碎的要。碎的话贴个胶纸，到时候它就。 我先这样，我也挺好的。下一个排线工作。 线尽量要低。咱们去哪？这什么？磨呢？怕了。
的椒盐是那个干椒啊。嗯，干椒。本来到这里去看看，对，看看效果。现在在你在哪看到效果？看到效果。还有这个图形，我们全是变，变大的不大的。本来是很新的，一个外线模型。OK。